武切维奇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魔术主力中锋武切维奇 Nikola Vucevic 前翼面对巫师的比赛，开赛仅六分钟就伤了左手，今天检查结果出炉，为左手食指骨折，预计缺席六到八周比赛。武切维奇表示，他在与巫师的比赛中与中锋马西米 Ermahimi 对位时受伤，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时，武切维奇表示，我试着挣脱，在我准备走开时，他好像拉住我的手指，我不确定，不过我就听到了啪一声。武切维奇受伤后，魔术先发五人有四个都受伤，包括阵中两名得分王 A戈登 Aaron Gordon 及富尼耶 Evan Fournier， 另外还有摇摆人 T 洛斯 Terrence Ross 也自11月29日受伤以来缺席至今，开幕战先发五人仅后卫陪顿 Alfred Payton 还健在。我不曾待在一个有那么多伤兵的队伍，而且大多数都是不小的伤，我们运气真的很差，武切维奇表示，然后今天轮到我受伤了，这感觉糟透了，好像我们永远无法全员健在一样。武切维奇本季至今场均可贡献17.8分9.6篮板。